五八穿掉了，嘿嘿嘿嘿，这恶是一定会抓人吗？是不是啊？觉得我这个包包好漂亮啊，是怎么来的啊？我怎么抽到的？应该也要捡个三级包回去。我这是一级的。我觉得我要开到喷子了，信不信？不行，坏的。啊！我在这推荐，蓝蓝的，对，绿绿的，有很多绿耶，多多绿，比你的头还要绿，又一些绿。是你，是攻击外服，他们这是这里又没人，是神庙对面，这里单排才会有，是不是？是这个角落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角落单排才会有。我怎么打了他两枪，他就闭嘴了？也没事。这好惨。去刷 boss 还是刷 boss？ 是刷 boss 还是打 boss？ 打架？哦，你要打？看我们并没有这选择吧？有吧？打架的选择吗？我到阿城之吗？去地底再去阿城，一定会遇到一两个吧？不是一两队，怎么可能的贝斯都没人？他害我好，这不是我认识的了贝斯。有人来过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有人来过，他被 boss 干掉。我在想说，你没开几枪同时。
我就很穷哦，而且我还要捡那个二级棒。是不是有脚步声？有人。不用不用，他没了。你要听他其他的队友。这样我每次都没有榴弹。他的枪用的比我好哎、欸。有人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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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前面。我被看到，你没看到，他听到了。忙扫这样。他好烂哦，这个也给你。对，我想要跟你一样，好丑、哦。你有没有一点灰灰的子弹呢、啊？先生，我在，我刚才卡了，卡了。钢铁六套，钢铁六甲，独眼蛇六甲，干！我的啊，我忘了直升机包了。这边都是我的。啊！我用三级包。你们怎么三级包？我现在他的背包只有变大而已。怎么他变这样？他变方方的。哦。Hello， 平板电脑。哪里？嗯，开箱子，然后再去阿城寻宝。我来当称职的宝物猎人，然后先让我去买点子弹。为什么变五级甲了？我是五级。啊，为什么刚才他是
很浪费，他们是真的是只有二级甲那种没钱买。奢侈了。哎、欸，下面死过人呢、欸，不想当坏蛋。哎、欸，你有夜视镜吗？我没有。但是我可以探草。下面被开过了啦。钢铁阵线没有是完好，你是一颗颗丢哟？没有，怎么可能一颗一颗？我三颗五颗这样子丢，这样有比较，这样有比较大方一点吗？看起来，灌饮料哎。就烂，我可能要直接去月台，月台有人，不是怎么两枪就没了？要开还是去月台？这一顿好了，那我继续开枪引他。妈！然后我再去引一只冷机打我。你不要探头，你探头就没了。我头很铁。打我啊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为什么他可以停停那么久？因为他是有两个。啊。哦，他在那里，他在那里。然后把他，看
先绕干吧，不就算了。我补了一个还是两个？是两个，所以你打死人在比较远的地方。嗯，我英勇牺牲，打不过去了。这边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我就不客气咯。哇机甲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跑丢了，不，哦，是头哈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哦，去，我差点把他踢倒，还好没有。有人的六级头不见了。